既然您去看了，三七宝贝，那我就大发慈悲的告诉你们，为了防止世界被破坏，为了维护世界的和平，棺材与最真实的邪恶，可爱又迷人的游戏解说。大家好，我是木鱼啊。大家好，我是卡哥。大家好，我是嘴啊。大家好，我是强啊。欢迎收看我们的三七宝贝。哼，我就说嘛，我这个偶像装扮的皮卡丘是要找光头才能学到那个妖精系的技能，只能学到那个什么吸取之吻。不，卡哥，我要给你发邮件了，你这样子。哇哇，暴飞龙，强！不，你过分了啊，大力！为什么就是你身上了？卡哥居然被他抢到了，可恶！哎呦，我好痛啊！卡哥，你打不过。准备接力，卡哥说话都心不在焉了，我就觉得肯定有什么了。准备接力了。嗯，妖精系的打，要买那妖精系的打。我没有妖精系的。我有妖精系的。妖精系的就只有我有妖精系的，你们自觉点，闪开点。好像我也没有哎。哎呦，哎，你站住别跑。发邮件了啊，鱼发邮件了啊，还跑、啊。哎呦我去，硬是要我飞起来。不给你啊，大哥，乌拉多的蛋拿住吧。什么玩意？什么乌拉多的蛋？哎，这个东西怎么用的？这个乌拉多的蛋是吗？你还要用那个火之石围上一圈激活它。火之石还是岩质宝石？岩质宝石吧，汉化的问题。小强，你是不是有一个岩质宝石吗？我的妈！我给了鱼了。来收集一波，来给我用一下。那你得找鱼了，待会儿我给了鱼了，那个颜值宝石。颜值石，颜值火之石，火之石，用火之石，不是宝石，是要用那个火之石。啊，鱼你能不能行？火要不要接力的？开玩笑，有妖精系的应该是可以打。等一下，先用个什么技能？龙珠不动。火之石。看这样子有点难受啊。也又得受着了。阿西吧，我上顺序上错了。你们没妖精系的就不要来凑热闹了，行不行？其实说不定万一呢，对不对？缘分这种事情谁说得好？哎，是妖精系哦，对，我看一下我有没有妖精宝石。阿西瓦上，你他是有个火之石的，那快点接力了，打个锤子。没有，我上一季做那个偶像装备的妖精石忘记麦克转化做了，好烦。哎呀，好气啊！我这打都丢不中啊！你会不会丢？哎，到我了吧？有中了，你们打不赢的，我来抢个毛线，我来抢这剑，我走了。哎呀，等等，我的物质波动打的他，是不是有点痛？呀，哎，没有变吗？我走了，再见。你们要谁打谁上？哎，丢中了。哎呦，神经病啊！我不要面子的，一直请您少的，过分了。怎么站不上去了？你这家伙属实有点难惩戒啊！完了，咋的了？这下要大退了，哈哈！主机卡了。完了，看来我以后遇到这个暴飞龙的传说 boss 得绕道走，绕路走，交给谁呢？叫大家看看就好了，交给你们来了。没有妖精系的神奇宝贝，看看就好了。哎，不是那个
小倩倩那个妈的 BG 哦，不，那个 B 的几位不是那个什么鬼？什么鬼？什么鬼？你那个 B 的几位不是妖精系草系吗？不是草系，就是草系的、啊。不是不是卡哥，卡哥你来解释一下那个妈的 BG 什么意思啊？我不知道。一瞬间突然脑子想了一个，突然就冒出来了吗？我好像曾经听过这个玛丽编辑器是从谁口中出来的？从你口中出来的？什么叫从我口中？是从你的玛丽编辑器，是你从你口里说出来的，好不好？玛丽编辑器，我记得很清楚，就是你从你口中说出来的，就是因为听你说多了。不是你这锅甩在我头上，我就不服了。我告诉你，这不是锅的真的是。来来来来来，强上你的小猫咪跟我的喷火龙打一架。我喷火龙已经配在那个 Z 纯金了。不，你多少级啊？我45级啊。也就高你2级啊。那没关系，就是哪里怼怼一下。哎，等一下，我先治疗指令拿去了，我先治疗一下。告诉你什么叫疯狂十万伏特，你那有疯狂十万伏特？我的肯定有啊！不不不，那个小猫咪。哦，小猫咪啊！来，大46级的大脑斧，好。好，你准备接受大脑斧的制裁了，好。Z 力量，给你。我看一下啊。嘎啦抓一超强极限爆焰弹，我的妈，一下就打半管子血，只能那个啊，只能用一次这个技能，有点积累、哎、有点积累了。龙之波动，还好我有这个大闹一番，有点积累，这纯金、哎、你要卡了。好了，你要跟我的妖精系的皮卡丘打一下吗？来练一下我这把刀。好，等我跟这个猖狂的木鱼乐风打一架先。贼力量，砍狂雷残。我的十万伏特就不是给你开玩笑的了，哎，开玩笑，你忘了我的特性吗？我的避人针可以躲，可以抵消你的雷系攻击，从而增强我的特攻。再见。技能打他的皮卡丘没用的。雷系里面无敌哇！哎我。卡哥被什么打死了？被加经验值了。来卡哥，这把武器给我看一下。卡哥你在干啥呢？给我看一下。我的练刀。给我看一下这把武器。过分啊！卡哥，来给我看一下。练一下刀。哎呦。你怕是个沙雕吧？我要看武器。你说卡个这人对吧？说看个武器都不能行的呢？这不是给你们看了吗？丢出来看一下，看一下有什么有什么附魔效果啊？哦，我告诉你们啊，这给你狂的，玩猎杀手呀！哎呦，你干嘛？这个你们干嘛？练刀啊！练刀！哎，这技能很快的。马上二级了，小枪别动，马上二级了。你走开。哎，我觉得，哎呀，这就过分了，这种不老实的人就应该这么制裁，这过分了。哎，练刀咋嘞？哎，我这治疗指令有问题啊，治疗不了吗？看错了，鼠吧，打错了吧？哦，可以了，上二级了，可以了。我需要有东西砍一下。你不要看我，卡哥，我走了，再见。飞，哎，也对哦，我之前做了那个飞行 Z， 看上。飞行 Z。没什么东西砍。看一下裂空座。给自己来两刀吧。能不能行？要不你把武器给我，我帮你升级。交配者，电击怪矿波克比，啊，极速俯冲轰裂撞，这是个啥？是什么东西？我的裂空座能同时 mega 进化，还能配的那个 Z 纯金，开启 Z 大招，怎么那这个肯定很帅了，怎么做到的？
因为裂空座它不需要佩戴那个超进化石，它是直接学化龙点金 mega 进化的。哦，难怪了哈。哎，是你落后。现在感觉裂空座就是一个就是一个 bug 存在啊。又能带能带东西，还能mega 进化是吧？对啊。但是要少个技能。哇，这个技能好爽。卡了吗？与你丢下的你多号，你看你能不能丢？哪来的你多号？没有你多号呀。这个啊，哦，它是漂浮。你是撸多了眼花了吧？哪来的你多号？不，没有吗？肯定没有啊。不，我感情出问题了吗？这是。是你感情出问题了。我看那个好大的你多号还在这，都应该是卡了吧？都说了，年轻人注意点身体。注意节制。你们是真没看到啊？真没看到，真的。你撸多了，有毒了，我的天。卡个，你不是有古拉多吗？来，拿你古拉多跟我裂空座打一架。我他喵的什么进？我进化石他没有。你不是有个日光树可以打中我？哦，好像是。外的大力，你是要做个地狱门出来吗？是啊。来。我一直上一季我就在想了，在这个我神奇宝贝里面进地狱世界会怎么样？好，贼力量。树打你不疼，用喷烟打你可能还稍微好。激素普通，轰什么？哎我操！哎，再见。不，你能不能多点两团火？你这就点一团呢、啊？哦，打的不疼。哎呦妈呀，烧到了我自己了。打的不疼。还要打？打的不疼，好溜了，还要打？撤了，我放个你们有啥？啊？我不知道，我还放你就走了啊！再见。没打中。再见。啊不行，我火之石要怎么去弄啊？我的天！火之石撸，火之石碎片啊！碎片哪里有？高山。高。应不这边全都是火属性的神奇宝贝，好多、啊。哎，算了，我贷款。哇，怎么这么多火属性的神奇宝贝？贼力量，哪来的？沙漠呀。火。没。地狱。地狱里面都是火属性的神奇宝贝。我地狱那边。有点卡了。地狱那边已经那个了吗？开始刷神奇宝贝了吗？对啊，你们进来看看，哇，喷火龙啥的都有啊。过来看一下。哇，他什么时候开启的？之前好几季都没有，感觉像是发现新大陆了。牛逼，工作台。哪里有？有点卡，有点卡。哪里有？我没看到呀。你们还没看到吗？哦，朱红色宝珠。不是，你们两个大屁眼子，真的是大屁眼子。你这组是很难让卡哥也进来啊！你这组是到你这就终结了。大屁眼子，两个大屁眼子。屁眼嘴，屁眼墙。对，把屁眼嘴就行了。我是被他骗进来的。恭喜你们两个又成功的多了一个外号。好了，裂空，没有场外进化了是不是？场外进化应该是按键有冲突。要在控制里面看一下。哎，他直接回归原始形态吗？只要对战的时候。肯定啊。哦。哇，原始形态的古拉多，震死你娃娃！来，卡哥，要不再打一下？你原始进化了。来呀、啊。来。哎，哪个刚刚激动的这个转换桌都不要了，捡到一个转换桌。不是你这哪儿捡的？我不知道，沙漠捡的呀。你可以卖了，可以卖了，转换桌直接卖了吧。哦、感觉这东西应该不值钱。贼力量，普通。是，光束，打你技能打你不疼，没办法。哎，哎呦，哎呦。你这只古拉多是不是特攻跟攻击好低啊？我看一下，它速度快。看一下，
特工跟攻击是白色的还是黄色的还是红色的吧？白色的。白色的就不应该呀。白色属于一般，绿色是最好的。技能哪里不疼呢、啊？你是龙系的，我高伤害技能全部是地面系的高伤害技能。那就在动漫里面也是这样，动漫的原始库拉多跟盖奥卡两个人打架，然后裂空座出来当和事佬，直接把他们强行的那个结束战斗。对啊，属性问题。哎，太好了。但裂空座在动漫里面被那个戴奥奇西斯打败过。动漫里面那个杀那个什么。什么宝爷一个人同时单挑十只神奇宝贝，包括主角的六只，你这么说？你忽略了一个 bug 存在，小智的皮卡丘。是的呀，你这个没办法跟动画来说。我跟你讲，那个宝爷真的是挑了十只神奇宝贝，包括小智的六只，还有那个什么小帽还是谁的，六只里面还包括喷火龙，我告诉你，同时挑战，我操！几个打得不掉血的，你说这个完全不能比的。你们两个又在搞什么事情？没说话，不知道他们在干嘛。在找一个神秘的人。默默的逛来逛去，发现这附近神奇宝贝没有想要的，没什么好抓的。贼力量。幸运药水是可以这个入幸运方块的时候增加幸运值的吗？幸运药水，你丢啊，朝地上丢啊。十二级的皮卡丘，开幸运方块的时候丢好一点。你丢呀，你来呀，你丢被事情丢呀。七级，哇，这加的这效果。我去脉搏器。来，腐败的卡哥，你不要走，我要跟你打一架。你跟我打一架？你是真的？你要上天？等我。你看我一镐子就带走你。这个家伙我记得，一镐子不行，我们两镐子。你有妖姬新技能是吧？彗星碎片怎么能卖那么？吸血之丸，给你加点效果。来，哎呀，马一匹马后面，再吸一匹马。哇塞，这个马是给我干嘛的？哎，一堆食物。不是我捡了些什么东西？来，给你玩两个，大力。来，剩下的都是不幸运的了。不幸运的丢卡了呀。哎，发生什么？哎呦我擦嘞，哎我去，这么多怪，全部着火了。拿了个饼干。卡个这人真的腐败。我他喵又干嘛腐败了？我的幸运药水丢出来一堆的饼干跟糖。原来是这么玩的，这幸运药水肯定是这样玩的呀。你以为是怎么玩的？我以为是撸幸运方块钱丢一个就能撸到好东西了，加幸运值。你把人家房子给烧掉了。来吧，要不咱们这期就先到这里了吧。OK， 来吧，啊，还匹马。哎，这个小布鲁，吸死你！好了，那我们这期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，感谢观众朋友收看，喜欢我们的视频千万记得点赞、评论还有订阅我们的爱奇艺空间，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了吧，拜拜，拜拜。